自信。第一个讲的是无自信，什么东西有自信？世俗凡夫有自信。真正的解脱的是没有自信的，世界上所有东西全部都是没有自信的。你说房子有自信吗？没有，它不过是木头啊，钉子、水泥、瓦，还有所有的支柱去把它盖起来的，它本身给它分解掉都是没有自信的。像这个金刚铃有自信吗？有，它的作用就是叮一声啊，这就是它的性。但是你只要刚刚是铜的时候啊，有自信吗？你是铜的分子，把它分解成为铜以后，它就没有自信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面讲一合相，什么是一合相？人本身也是没有自信的，但是一合相以后就有自信了。地水火风空，跟你的事一进来，你就变成你了，你就产生你自己的自信了。你要解脱，就把地水火风空分解掉，你变成没有自信。什么是自信？所以我简单的这个讲啊，一切都是无自信的。